我的美女老板的两副面孔。再三强调，上班不能迟到。有些人就是不听劝，你一周上班迟到三次，还想不想干了？那他一周上班五天，五天都迟到了呢。哎，又关我啥事了？你出来跟我到办公室。哦，现在就开始凶我。好了，宝贝，别生气了，我不是故意要凶你的，但是在公司嘛，没办法，得管理啊。我根本不听。嗯，你先等会儿啊，我迟到是为了谁？为了我。咱们摸良心说话，昨天晚上我们俩双排，我为了让你上王者，我老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得给你带早餐，然后我迟到了，你还凶我。好了，别生气了。哎，老板。这班你还能不能上？能上上，不能上就滚。怎么事？我这个文件帮我签。你先放这吧，我等会再签。那办好了。又让您看见，我还去了。好了，别生气了。那你早就不气了。哎，老板，那个白天，我操！眼睛瞪得像玻璃。和网恋女老板婚前后第一次陪她来出差，结果只能住同一间房。哎，这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别脱衣服啊！你脱个外套而已，你想什么呢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俩孤男寡女的住同一个屋，睡同一个床，太好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嘛？是你身份证掉了？那我去吃绝对大堂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先生您好，接上级通知，例行检查，请二位出示一下身份证。那个我不在这住，他在这住，你找他。哎，先生，请您配合一下。那个他身份证丢了，你看能不能？不好意思，我们酒店办理入住需要身份证，请问二位是夫妻或是情侣吗？是。都是。是。真是毫无默契。如果二位不是夫妻或是情侣的话，请二位到派出所问一下。派出所。老公，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我们刚刚只是吵架了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请这位女士坐下。他刚刚叫我老公呢，对吧？他还亲我。感谢二位的配合，祝二位入住愉快。好，谢谢。咱俩刚刚……那个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上下去。怎么了？门好像打不开了。那要不